蝦膠，蝦膠同呢個豬肉釀呢個冬菇。如果你哋咧睇到好咧，俾个 like 阿公，同埋钟仔啊，最紧要揿埋个订阅啊！多谢你哋啊！阿公厨房 ，Let's go！整好晒啲猪肉，应该煎咯。系啊，煎咗，煎咗蒸一蒸佢，咁回翻嚟俾我听。你试下呢个，一虾胶同呢个猪肉都起晒胶噶。系啊。呢个虾胶猪肉系整年糕饼个馅嚟咯。系啊，冇错，系啦。而家唔會嘥咗佢。有冬菇，有新鮮冬，新鮮冬菇。冬菇咧，你要用啲廚房紙咧抹乾淨佢喎，唔使洗水噶。乾淨啊，乾淨啊，濕布抹佢，唔使濕布啊，用嗰個廚房紙抹乾就得啦。啲係啦，做得多啊，熟啦。養開有條路啊，話定有肉喺度，梗係啦。有菇喺屋企喎，剛啱好喎，硬硬好喎。哎呀，啲鮮菇好平喎，好鬼平啊，新鮮冬菇。我所謂依家好興嘅噶，好香嘅啲。咁咪要蒸啊？蒸翻佢，蒸翻佢，整個汁，蒸一蒸佢。依啲冬菇要蒸嘅，話嗰啲肉啊。我啱 ，OK， 睇到先啩。好啦，起咗蒸得啦，再打个窿，我窿个顶帽嘅。快蒸得啦，而家水果。大火煎翻诶，六分钟啊，攞个汁先。阵间要煮翻个汁，回翻佢啊。又系豉油、豆粉、糖啊，嗰啲有啲蚝油啦，个汁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吓，得喎。我知唔知？得啦，啊，整个汁依家，汁落翻。少少，少少大油，少少得，
啲味油靚啲。OK， 三個。哦，正哇！好靚，試下一個好快啫，又好簡單一個。你有啲料喺度啊，好易飲緊佢就得啦。試下先。係洋冬菇，好簡單一個。哇，好甜啊！個冬菇係鮮味，鮮甜，鮮甜味啊！加埋啲豬肉啊，同蝦又好正，一流。可以做多嘢啊！又用啲內蓮藕，又埋冬菇，正。如果你認為好咧，俾個 like 阿公，撳埋阿鐘仔嚇，撳埋訂閱。